今天是黄澳的第24天，也是最重要的一天，因为我们要经过一个桥断了的路段，那个路段呢原来是不通的，就要返回去。这条路是必经之路，黄澳呢就要终止。我们沿路遇到一些从北边过来的车，他们说能过来，那我们就能过去。不过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还是要过去了，才是实在的。这个桥没塌。前面那个桥塌了，很快就要达到那个桥塌陷的区域了。桥没有修好，另外开了一条临时的路。原来一直担心过不去，刚才在路边看见一个牌子，所有的车都可以开放。慢慢来啊，看，填了一条路出来，在上游。那个断桥在右边。没问题呀，这个路很好的。顺利通过，向达尔文进军。顺利通过断桥，我们向达尔文挺进。现在已经可以加速到80。
现在我们在这里都穿短袖了，很方便。天气暖和，对我来说是很舒服的，不用穿得那么臃肿，又担心受凉了。但是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很小很小的蚊子。哎，昨天在营地啊。成群结队的那种看不见的小蚊子，围着你转啊！现在手上密密麻麻的，给咬着痒痒的。上次去大堡礁那种痒又回到现在。这个热带这蚊子真是讨厌。没有蚊子的话，那不是很舒服吗？那边。冒出浓浓的黑烟，那是山里边的山火，还是人工烧的火呢？山很漂亮，不错不错，漂亮。哇，太漂亮了！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山。哇，这个山漂亮。漂亮，很远的，这个马脚，还不是很好笑。我们到了这个原住民最危险的区域，现在这个 information center 这里停了一下，看一下，要找地儿。这里还是蛮好看的，你看，那个原住民就坐在那里。我们刚才在酒店吃了饭，那现在出去抢那窝中国墙墙，壁，中国墙。中国墙，对，不能够说是中国长城，它这个翻译。加拿大欢迎中国长城是吧？可能有一段路不太好开，可能有一段路要走，让我们一窥加拿大的真实面貌。这就是加拿大，是有点像啊。哦，前面更像。找不到走不了的地方就，前面这里小心点啊！走过去算了。走过去算了。看。中国长城就这个样子，也不错，还挺像的。墙那沃，中国墙吧，不是长城了。中国长城，墙那沃。这还是像人工垒出来的，看这个，
这个稍微远点，大概有5米远吧。还是觉得太近，我也不愿意多跑2步。看看上面，啊，上面有一个人，嘿嘿嘿。这个是乔纳沃的后面，没那么好看，但是遮挡的比较少。这一面是面向匈奴的，看看这个乔纳沃下面有一个河道，有一点点水。刚才看见那个山羊的屎粒，所以这里还有很多动物过来喝水。看，耶稣之光，好漂亮的耶稣之光。我们刚刚看完贾纳沃。出来就遇到耶稣之光，看多美啊！笑的云与众不同，有耶稣的眷顾。